6月13号6时30分，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堰湖小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。武警湖北总队十堰支队派出4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行动。据了解，截至上午11时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搜救出144人，其中重伤37人，死亡11人，伤者目前均在医院接受救治。